2月25日上午，中国侨商投资大会在广州开幕，大约450名侨商侨企代表和侨界人士齐聚一堂。大会开幕式上，展示了侨商参与广东经济社会建设成果，并举办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，同时发布侨界参与高质量发展倡议，号召广大侨商侨企共同参与高质量发展实践共赢。侨界参与高质量发展倡议究竟写了什么呢？倡议书提到，当前中国发展进入了第二个百年征程，开启了“十四五”规划新的篇章。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，新发展阶段为侨界投资兴业、创新创业、参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难得的机遇。之后，大会举行汇聚侨资侨资，促进广东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、广东省侨界创新创业成果线上展。25日下午到27日，与会侨商将分赴广州、韶关、惠州、汕尾、中山、湛江等市开展投资考察活动。大会收集汇总的侨商投资和贸易项目，覆盖广东21个地级市，投资方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，覆盖“一带一路”沿线主要国家和 RCEP 主要成员国。这些项目围绕3+1高目标，聚集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，涉及先进材料、生物医药与健康、新一代电子信息、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，展现了侨资侨力助力广东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强劲动能。